灰菌是贪污的病毒，黑金的根源，全民一起来扫除，杜绝灰菌是每个选民必须承担的公民社会责任，全民一起反贿查贿，才能防止贪腐势力进入政府体系。灰菌是贪污的病毒，黑金的根源，全民一起来扫除，杜绝贿选是每个选民必须承担的公民社会责任，全民一起反贿查贿，才能防止贪腐势力进入政府体系。来反贿选，大家都是反贿达人哦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反贿不分你我。